Hello， 我是李潮叔叔。昨天拍的《当年情》这首歌是张国荣《英雄本色》的主题曲。然后有人看了我的影片说，你这个前奏是怎么弹的？听起来比较简单，但是也不难听啊，可不可以写给他？那我得说，我看不懂六线谱，所以我也不会写六线谱。那我的前奏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前面第一行这五个和弦以它为背景，然后弹根音，加上旋律音。混在一起啊，思路就是这样，我称为假装指弹了，也没有那么简单。但是你一旦你掌握之后，你很多地方你就可以摆脱六线谱，弹自己喜欢的前奏。我先弹一次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时候，其实我已经把毕生功力都用完了，所以赶快开始唱，不要再弹了啊！很小心，再为我送温暖。就是我的弹法跟唱法比较简单，就是会扬长避短，就是把你短处稍微露出来一下就，不要一直暴露在外面，这样有点太丢脸了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所以我的这个假装指弹的思路就是用第一行的和弦进行，弹出一个有点像前奏的东西，然后有人问的话，你就说哦，这是我自己改编的，呵呵，其实是你原本弹不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到这里。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的话，你可以想办法找到我，我给你一些这个假装指弹的思路哦。或者是你想要支持我，你也可以想办法找到我，用你想到的方法支持。OK， 拜拜。